你伫我伫外创啊？无创啥啊？就无创啥？无创啥？你会鬼鬼祟祟伫个遐？你头壳洗身躯啊？我是头壳歹去啊！头壳你洗身躯，我可要洗目睭咧。你真是有够恶，有够恶！头壳真系讲你洗目睭。我是本能反应好无？我哪知影我跑到联名商店去扭了你啊？啊，你咱搞背后亏啊，搁搞小对话这么久？你莫想要扯开话题，你到底伫我个地盘创啊？你是不是藏什么违禁品？什么违禁品啊？你讲啥？哪有可能？无可能哦，我来看卖就知啊。就是你用这个相片哦、喔，你哪会较早讲的啦？害我误会你。啊，一开嘴气呀呀！我敢有机会讲？你是为倒位摕到这个相片啊？是你妈摕的啦。所以我是认为哦、喔，你误会你妈。其实伊就关心你的，才会把你自细汉到即卖相片都留下啊，而且你一张的相片，这故事伊拢会记住。既然是安尼，是安怎伊袂甲我讲？大概我接近伊，伊就要甲我杀开。啥物原因我唔知影啦，啊，不过我看会出来，伊真正就爱你。谢啦，靠靠，你敢看者？好像无。伫我面头前哦，靠靠安尼哦，不如去你妈面头前靠。凡事伊软心，你得当何解啊？好啦，不管安怎，我还是来感谢你替我做家的。其实你根本就无需要安尼。哪会无需要？你去问爸，佮替我安大动物医院的事主。佮一天到暗无，我嘛找麻烦。我本来就应该给你一个人情啊。那要安尼算，你嘛伫个记者会的时阵替我互恁妈扇嘴皮，恁妈爱我几落，嘛是你规，更是我爱我。迄是因为你讲道理，所以徛会知。这嘛是我欣赏你的原因。喂，哎。讲到一半，你戆神啊！喂，喂，啊，歹势，迄个 Stella 即卖已经迟到啊呢，请问是毋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甲斯蒂拉讲，我了开房从今也无伊这个朋友，伊嘛莫想要来我店内，我看伊一届赶一届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，让你这么生气？因根本就见利忘义啦！讲什么斯蒂拉即卖已经甲英爵医美诊所签约啊，所以袂当我替同行代言啦。啊，既然是安尼，是安怎把卡早讲的？根本就讲成笑。英爵医美诊所 ，Go。啊，迄敢毋是乱一丢伊个诊所？伊敢嘛毋是感情足好诶？啊，奈雄雄来挖墙脚啊？这段做人道理拢无呢？敢讲子珊伊妈因为要甲我拼输赢，爱我输一个体底，才出这款傲步。
啊，不过这拢算伫咧子生伊公司成绩内底，敢讲伊拢无伫咧考虑。你刚才才要去找史黛拉送小？啊，无咧，那不是向我母子出，咱今麦敢有时间不安尼手忙脚乱？活动明仔早就要开始啊，今麦搁找无两个咱上台，无去遐乱者，刚刚买遐就好。我刚才在拜托你，别在这个时阵乱啊！啊，是你想讲这不是你的场，所以乱者嘛不要紧。我你今麦是在讲啥？你这人心机介重呢？就算你真正是介意阮嫂啊，你也别出这种恶报来冲康阮哥啊！你这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廖凯宏就算我骨卡安怎不择手段，我嘛袂提担心拜托阿姐来讲生笑。你要叫我黑乌鸦好，跟我好什么名人好，我会当无计较。但是我不准你讲出这个话来污蔑我跟担心的关系。哪能你这样子冲我学冲啥？啊，唔就是你介绍网红走去啊，害你伫咧阮嫂面头前哦下面子，你介绍都上去，唔知要去找伊算账。拜托的，发生这款代志哦，是阮精英医美爱承担的，阮哥跟阮嫂爱负责的。你莫甲我讲你啥物都唔知哦。那是我私人的代志，你也别看着我，担心是要送啥？我就知影你啥物拢唔捌。网红哦，唔惊人闹，都惊无话题通好插。你安尼去找伊哦，对方拄好有机会。是你的头毛是我打手，我刚划算，这样发生这种代志啦！你是在讲啥？赶紧啊！请啊！住手！恁敢有要坐电梯？我要赶时间。拍死啦！起来！哎呦！小息，真正是莫名当作哪啦？我你是倒鬼啊咩？我来第一个见你人呐！我放弃啊！你放弃？这半头毛呢？我直接无法度，这半怕死个啦！啊，还有一个方案，会当上紧解决这个问题。哪里你赶紧解决啊！干你落去，我真正是莫名当作人啊啦！哇！无你提刀，我即要创啥？你莫想要甲我毁容泄愤哦！用手较紧啦，你小可忍耐者，加紧好。慢慢。无你即摆是当作切生日蛋糕吹蜡烛是毋啦？小妹，我是被小林妹头毛啦。想卖松包，我看见。免看了，已经怕死干了。今嘛，把衫哦，用胶都胶掉，你较紧啊！我这衬衫是限量版的哦，你敢搞用胶都胶？你试看卖。限量版的衫都较贵，更贵也贵，为什么下面？我跟你讲哦，若真正受伤，你敢袂去？我。问题解决啦！既然看袂顺眼，你就去阻止伊呐。哥，你毋是有讲过，野生动物哦，那是雄性睾酮素水平上升，求偶模式就会启动，很容易去打动异性。刚刚你要看这款代志发生，妹妹，您少咧笑是因为哦，是客气啊，因为今麦等咧拜托廖凯宏斗三工嘛。你真的是笑好笑的咧，今天以冷面笑匠。
虽然讲我的办公室无外人啦，啊，不过你穿安尼无礼无体，蛮不宜。受到邀请的网红总你捌看到，下面主的是阮精英医美。啊，这敢是我讲完的？是啊，若不是你拄则这么冲动，想要拍人，我嘛无煞这么紧去把伊衫拆。阮小妹头上刚要互人烧烧去啊，我可能卖出手。好啦，你即马就敢那会当较有耐心诶，等我一下，我提足紧诶，我会伫迄网红来进前哦，赶紧处理好。我就讲要买新诶啦，不然就讲无爱啦。啊，这出衬衫是限量诶，你根本就无法度马上买到一模一样来型我。是讲哦，我内在美啊，嘛是尽人无路啦。哎。卖用迄款酸溜溜的安心咧搞紧啦，啊唔知影人，佫叫是讲你咧怨妒我咧。进狼牢了啊！是你家己咧讲吧？那根本就是一只白肉鸡啊！嘿，什么白肉鸡啊？我白里透红是天生的好不好？这叫做面如美玉啦！面如美玉，你也逃啦！你规身躯白色色，我的目睭哦，互你伤到后要青眉啊，色一定嘛同款。无唔对，我知影，你即摆无啥通穿哦，唔是你唔对，有去，我找好你啊。Man， 我已经替黑乌鸦哦准备好啊。那，哎，我这对唔对啊？这白人咧穿的衫呢，啊，佫是阮阿叔。啊，这也不是阮的唔对啊。阮精英医美哦，大部分人客拢是女性啊，所以我真正敢唔看口的啦。哎，袂看口嘛，佫有选择哦。你那是哦，无去嫌，我会用不计前嫌替你加一个坑，让你的头软过。不管你嫌我，根本就随时要我歹看，是唔？哎呀啦，哎呀啦，彤彤，你和我的网红名单，我看过一轮啊，都无人会使代替 Stella 来看啦。啊？不要紧，你先去往下倒沙缸，我来处理就好。啊，是。今晚是安怎？是的啦，早知安尼我就……等等等等。啊，咱身躯必定有人啊，是安怎要找别人啊？有人，是啥？内举不避亲。哥，哥，你是在讲双枪哦？我一点准备拢无呢。对啊，你是在讲双枪哦？人是的啦，是百万网红呢，啊，这个爱赌。不是，林小美虽然讲嘛是网红啊。但是平价啤酒是要安怎甲一支几万的法国名业香槟比啊？哎，廖凯宏，无你即马是看了无点嘛？那是我赢的嘞！你是要安怎甲你遮的话哦吞倒转去啊？吞倒转去是无可能啦！啊，不过你真正会当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，以后你来我店的直播，我随时欢迎。你所办的活动，我拢无条件赞助。是你讲的哦，我提手机来录起。唔免你录音，我咪记条条啦。哎，无你两个这么邪笑啥啊？哎，接下来如果你搁较笑，妈唔知是因为啥我才成安尼。啊，搁有你啊，林子深，你嘛是凶手啦。好啦，歹卖生气啦，歹生气。其实我上一个提好啊，拄只个网红代志我煞袂记。来来，我想听你话。我来，我来。刚刚讲哦，那是我造成的嘛。我来替你拍好开。好。